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哥，放飞东哥。现在5点钟啊，我在吃晚饭，吃点面。今天吃的比较早，因为今天我们球队要有比赛。第一场球赛是5:40就开踢了，所以我要赶紧吃点东西。晚上先吃一碗面，这个面感觉还不错啊，这算牛腩吗？是牛肉、牛筋、牛丸。先吃点东西，开吃。你别吃了，你看看你的肚子，你不光年龄，不光年龄很大，肚子在里面也很大。快给我递个眼药。小心，憋不住了！